Hello， 大家好，我是 Roro，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把专业模型枪 RG， 如果用来进行真格塔楼的话，不知道打起来会如何呢？那在这个前几天呢，试过了真格塔楼使用专业模型枪 MG 之后，发现这把武器真的其实蛮不错的。在二代的时候，这把武器我好像完完全全没有用过，但是呢，在三代的现在，它出现了。搭配着这个洒水器以及这个战气弹的专业模型枪 RG， 让我觉得它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现阶段的环境之中，使用这把武器真的蛮不错的。由于呢，现在的这个真格模式里面大量的发现呢，其实土地量呢非常的不足，大部分真的都是还没看到人就被击杀掉，甚至是要出去之前呢，根本就没有地板，到底要怎么打出去呢？然而，这个在我使用过后，这个专业模型枪 RG 之后，发现它的土地力非常的好。然后呢，搭配这个洒水器啊，有的时候洒水器甚至都还可以救自己一命。那洒水器呢，可以大范围的土地，甚至还可以当做替身攻击。然而呢，再搭配上这个战气弹的使用，让我打过这个真格塔楼之后，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我一定要来分享给大家。那么，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配装的部分吧。这把武器的配装呢，我使用上来讲呢，是使用 1.2 的这个特殊武器增加量哦，就是 SP 的这个增量增加哦，然后使用了这个 0.1 的特殊武器性能 up。这个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要塞最后一颗。这个回转率呢，我觉得真的实在太贵了，我有点塞不下手，所以呢，我就让它加 0.1 颗，所以这一颗大家可以当做，如果大家碎片够的话，把它塞到 1.3 我觉得是 OK 的。再来呢，衣服的部分呢是搭配的隐油，也就是鱿鱼忍者，然后配 0.6 的油，0.5 的油素啊，那主要是为了要去平衡这个由于隐油它这个油素不足哦。那我重新更正一下，我们的油素是配 1.5， 总共是 1.5 的油素，然后再加 0.1 的安全鞋，来稍微减缓一下这个作为前线枪呢可能会有点粘脚的这个状况。那这个专业模型枪 RG 呢，它呢基本上呢机动性极高，它唯一的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子弹偏移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呢要算是要非常贴脸哦来进攻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不贸然前进，一定是等到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再进攻。那因为机动性十足，土地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大量的使用雷神步来作为一个游移进攻绕背突破防线之类的，再加上呢随时随地的刷出战气弹，看准时机点进攻，我想这个就是这个专业模型枪 RG 这次使用的这个战术了。好的，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实战的结果如何吧。好，我们来换一个这个巡弋造船厂。Otaku no Otaku。好的，对面是载玉，然后蓝牙刷，这个箭度枪跟这个星夜射击枪，还有这个叫什么冲突爆破枪，手都是短的。开出来了。哎靠！我已经要走进掩体了，气！哇，直接被爆杀一波，哎，太夸张了！攻击发射，请小心！攻击发射结束。螃蟹，请小心 ！Nice。地板，不要给他地板，他就没得滚了。不要给他地板。你看，没有地板，滚不了了吧？滚去哪？何处滚？小丢正。OK， 新老贝 ，Nice， 抓到。换个位置。待一下，好，好，要上来了吗？来，我帮你铺地板。好，啊，可惜啊，刚两个应该可以杀到才对。好，进了吗？哎，他没成功，走又没有成功。好围哦！
朝鲜。我在怎么会啊，救命啊，这一组有这么难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有点太夸张。我不要，我手比较短啊！救命救命，手太短！帮忙杀，帮忙杀，帮忙杀 ！Nice nice！ 哇，不是吧？nice 抓到 ，nice 漂亮哦！哦，那我不要前进了，我不要前进了。Nice 倒三，机会很好哦，加油加油，帮大家涂涂地板哦，当个高台。一定可以杀到，一定可以杀到，一定可以杀到。Nice， 很好很好，看一下哪里有人。好，追过了，后面有人。Nice， 很好。好，大家都会急着上塔，急着上塔，抓抓抓。Nice， 赢了，赞啦，赞。沉着冷静，一定给赛。嘟嘟嘟嘟嘟嘟，好的。好的，好，斯普拉射击枪、鹦鹉螺，还有这个4K 跟这个钢笔，所以这个会有导弹，要小心。所以我们要签，怎么签字4K 就会很重要了。队友先导一双重清洁枪导，好，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氮气了，你要留意一下敌人的位置。哎呀，队友要吃到我了，导弹了！抱歉抱歉，我的锅我的锅，买锅买锅。等一下哈，上！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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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Nice，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先把塔停住，然后我来帮大家涂地板。等，有点围啊！喂，有杀到！呜，危险，危险，危险 ！Nice， 想拆我战机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片死亡。哎哎，被看到，被看到了，气！要是没粘脚，说不定两个都可以带走。好。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哎，你看，你看，不要靠太近，自然就有机会可以击杀了。OK， 看一下哈，丢远一点。好，先上，先上 ，nice。先帮你们涂地板。OK， 可以，少了鹦鹉螺，威胁会少很多。Nice， 漂亮。上。好，我要死了吗？啊靠！哎 ，Nice， 换掉，可以，赞。刮水刀，加油。但是有点危，先不飞了，存个战气好了。嘟嘟嘟，还在左边吗？好，涂个地板。
好险好险好险！好，你飞回去飞得好，先帮你把家里地板涂一涂。Nice nice， 感谢他没地板，赞。好，没被扫到，地板先涂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大优势的。好。要丢哪里？就这个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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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到，可惜可惜，有点小微，这样被推进来的话，我四 K 上 ，nice nice nice， 队友太强了吧！天哪 ，nice， 哇塞，太赞太赞！我颤抖啊，我全身都颤抖着，太强了。59秒，哎，鼻子有点痒。等等哦，OK， 换掉。好，剩4K，剩4K，小心你自己，小心你自己，小心啊 ，4K 啊！不会有人发现我在这吧 ？Nice， nice， nice， 倒二倒二，赞赞赞，关键倒二，但是我们这边也倒二，要小心。4K 有在瞄4K， 刮水刀下去了，这个操作不是不行，但是就是会像现在这样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有点危险。Nice， 赞啦！爬墙来，爬墙，等待时机下去击杀过关。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或是加入肉铺会员，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如果觉得废话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